姥姥，你打这碗板栗有什么用啊？我要吃雪糕。你小子，天气凉了，吃什么雪糕啊？姥姥给你做个板栗酥。得了吧，你要是能做出来，我把板栗刺都吃了。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颗，你要是不吃试试。小外甥，快来光捡板栗。姥姥，你看我摘的白月光。你小子就贪玩。给板栗切一下，好去皮。姥姥，你这桂花是放板栗里吧？你小子还挺聪明的嘞。那是，谁让我是你小外孙呢？姥姥，你这板栗煮的还挺好吃的呢。姥姥，待会做出来你再尝尝。姥姥，你这做的看着就好吃，先给我尝尝吧。急什么？还没切呢。加蜂蜜，调个汁。姥姥，我先尝尝什么味道。你不是要吃板栗刺吗？那个大嘴，我可不敢吃。